毒啊，你要排肾毒啊，哦，还有肺毒啊，这都要排耶。怎么排？我们专家在后面啊，这个没意思啊。哎呀，这个下礼拜啊，这个不来啊，啊，你们这个损失很大啊。这个长了以后呢，你的气血就会好。哦，所以呢，当你有这个症状的时候呢，先排了以后啊，你会发现啊，你以前的症状，包括抽筋啊，你会舒缓很多，真的会舒缓很多。这时候呢，我们的穴道切入，真的我们穴道切入，好、哦，那这个达到这个效果，好、哦。这个心肌梗塞啊，肯定要好好学，不要看这个可能写的不大清楚，好、哦，我把它写清楚一点。好、哦，大家都很清楚哈、哦。这个其实这个穴道是董事渠穴里面啊32解针之一，很强的解针。它专门治疗什么？心脏麻痹、心绞痛、心肌梗塞的急救穴。你们要学啊，不是你们要学啊，枕边人要学啊。因为当你发作的时候啊，你很难自救啊，哦，你已经没有意识了。所以呢，你们回去啊，把它画个大图，就摆在床边啊。万一你在这样的时候，就跟枕边人讲，啊，不然你也会忘啊，我也会忘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不要笑哦，这是很严肃的话题，很严肃的话题。啊，他怎么找呢？好、哦，我稍微想一下哈、哦，它还可以起阳症，起死回生，好、哦，那代表什么？它还对我们的膏肓、对肝昏迷、对手脚这个麻痹，它的效力比人中还强，肯定比人中还强。人中没有那么大的作用，你这样给它压到牙齿掉了，可能也没那个作用。你要对呀、啊，这穴道怎么找呢？好、哦。看起来好像是走大肠经啊，其实非也非也啊、哦。今天如果走大肠经的话，它效果不是这样啊、哦。那怎么找呢？哈、哦，来大家看一下哦，啊、哦，你们自己可以摸摸看，是不是那一点特别痛？特别痛的话，赶快画图，把它放在这个床边啊、哦，跟枕边人讲，哎，要学要学啊、哦，来。左手右手都要做，因为这是穴道，手抚胸，手抚胸部，这边刚好有个凹点，这边刚好交界点那个点，好、哦，我们从这个点，从这边有个凹点，这边它大概在6的地方，6到6.5，那代表呢，它三等份，就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。哦，有感受吧？很痛，这一压，这时候呢，你也很清楚的知道，这两个同时压。哎呀，你不能说这个压差不多了再压这个啊，他已经了，对不对？119他打他的，车子来不来他的事，我们要急救。哎，生死一瞬间啊！来，再讲一次，从这边到这个。这边刚好九等份，它大概是6/9，刚好是啊一大概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这按下去上去，那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，啊你要救是这个救啊，哎呀大概这个哦就开始揉啊，哎呀是这样救哎、欸，哦对不对？卯足了全力再救，你会发现你的血管就扩张了。这是我们董事奇穴里面啊，很强很强的穴，半身不遂，哦，肝昏迷，哦，动脉硬化，呼吸困难，还有呢，脑血管栓塞，一定是很麻很痛的，不麻不痛啊，就不对点啊，懂吗？要学啊，啊、哦。先抚胸，从这个凹点，刚好这个横纹的凹点，
往这边直直上，哦，这边到这边的三分之二的地方，九分之六就三分之二。老师，那个穴叫什么？它有个名字，叫做地中穴，地上的地，宗师的宗，宗师啊，一代宗师啊，地中穴很有名。压下去是很酸很痛。对，对，你们自己都可以压自己，没有酸痛就是错误的。再找找看，是不是太高太低？有没有人也没压到？来，请啊。自己压自己会原谅自己。那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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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心肌梗塞啊，这个地方，唯有我们的方式啊，你来不及了。从这边算三分之二，真的是来不及了。对，三分之二。我这个地方，这一点，五胸，这一点，五胸，从这边上去，大概在这个地方，啊，三分之二的地方，有没有？好，这个不是，应该是这里，这里有个凹的，先先把背抬起来，往前凹，凹下去，弯腰。这个穴没有，还有一个穴也是很强的哦，很抢手的，来大家看一下哦，这个穴回去好好练啊，这个万一练不熟悉啊，假如不熟悉的话，哎，大家坐下坐下。如果不熟悉啊，九月八号啊，我在世贸啊，跟棉医师一样，在世贸来国际会议厅，哦，你们那个纸上都有，我就要讲这个，我们可以来加强这个练习。九月八号啊，世贸一馆。二楼国际会议厅，我第五会议室，梅医师是我下一场，大概是第三嘛，第二会议室，哎，都可以同时听到两场，我会讲得更清楚，我会针对你们现在不清楚的，反正那些人啊，我们就讲你们需要的，哦，你们说哎要练习这个，我就把时间摆在这里，因为只有四十几分钟啊，哈哈，哦，我们就摆在练习，哦，只要你们提出来说啊，老师啊，我这个地方不懂。哦，我们就练习，我们把时间拨给你们，好不好？九月八号，哦，礼拜天，哦，在世贸，哦，大家来捧场一下，啊，哦，来，这个穴道，刚刚那个穴道，有的人是找不好找，但是这个穴道肯定好找啊，哦，专门治什么？急性心脏麻痹、心肌梗塞，奇效哦，还有治疗什么？心绞痛。我们是从胸闷、心绞痛到心肌梗塞，是一系列的，哦，这一系列的。那我们这个黑点这一点啊，我们叫做尺泽了哈，叫尺泽穴啊。等一下会找给你大家看，你们一定会找到的。那尺泽穴呢，它的半寸、半寸、半寸，后面半寸，我们有个穴叫做锁三零三穴。啊，什么叫半寸？我稍微教一下哈。这个拇指叫一寸，它的一半，啊，这边叫一寸，这样一寸，啊，这样叫半寸，啊，这个其实它也是走肺经的，啊，其实肺经就是跟我们的呼吸道有关系，啊，那大家来看哦，啊，这个怎么来找哦？很简单哈，哦，也要有技巧啦，因为你一紧张，搞不好你的双手就无力了，身边人已经在这样发抖了，你就无力了哈，哦。其实技巧很重要，我们学东西啊，就是要把技巧学出来。什么技巧呢？哦，来，他是我第几期？不是第九集，第七集哎呀，第七集，他很认真啊，他哦，大家看哦，哦，这边多少，大概多少，这边就多少，
刚好在横网纹这里，有没有看到？我们的在横网纹上，这边就多少？哦，那我们对不对？不要看这一点哦，很多中医师找不到，他凭感觉，其实不是。真的好的针灸师啊，你外面如果去碰到针灸师啊，他拿个针啊，那就骗人，他一定会这样，那种 feeling 才是真的。哎，这个凹陷点它是真的，如果这样一直给你抽啊，啊，那是做业绩了啊，哦，这个以后就不要懂它了。我们先找到尺泽，尺泽你看按下去，好、哦，其实我们一压它要痛啊，不痛就不治了、啊。哦，他告诉我痛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痛了对不对？其实我这一点就是尺泽，看啊、哦，在这里啊、哦。尺泽，你可以往这边半寸，这边也半寸，你不要抓很准啊，因为你的拇指很大，啊、哦、啊、哦、啊，这里也是，有没有？我们抓到一点，来，现在技巧来了，啊、哦，你这样动手一直动，你手自己会酸啊，加上你紧张啊，根本就没出力，怎么做呢？压这一点，它很痛，对不对？很简单，我们把它当作我们以前的那个要抽水的井哦，就这样。它的这个血管马上扩张，马上整个就流通了，啊，哦、就这样啊，我也不出力啊，我只压住就不动。三个穴道都动。啊，这也可以啊。你说，它有左肺经，这个马上扩大。还有谁？啊，谁要来做尝试？哎呀，啊，坐，咳嗽很久了没有？哦，他可以治咳嗽，你可以，好、哦、来，慢慢来哈、哦，来面对着他们，大家看哦，咳嗽是压这个，对不对？但是它上面一点点，啊、哦，我就这样，哎，是不是我不要出力，对不？我不出来，啊，这边也可以，啊、哦。啊、哦，哎、欸，这样就可以治心肌梗塞，你为什么不学呢？啊、哦，可以，等一下，啊、哦，这一点是尺泽，我们抓这一点，就这样，你会发现它本来是，就马上舒缓了。哎，这我们也不助力啊，他自己掉下来啊，对不对？方法很重要，方法很重要。哦，来，一样左手吗？左手要比较好，抓着你的，就这样。哦，好像在善良一样。老师，你现在按的是尺泽吗？哎，不是，后面一点。我们看到是红色的，啊，红色的哈，尺泽是正中间的。对对，你要尺泽也有效啦，效果没那么大。啊，那左手都可以，左右手都要弄。他在后面超不舒服。靠这里，这里，可以啊，就这里啊，原来这样这么多，也比较憋，比较痛。OK， 这个